冠军一理赛，随时预备起步，随时预备。一起步阵啊，应声弹出红太阳啊，相当之快嘅。中间君子亦系唔慢嘅，但系慢一埋跟嚟，见到多才多艺拍住一齐，仲有就系全满嘅。最后啲必全胜嘅喳声跟咗喺前面啦，然之后跟住系郑虾王，但我难嗰只就跟住系奇准嚟，奇准最后啲中间上咗嚟，仲有只紫雕，紫雕再后少少跟住先至见到咧就系中心无敌噶。不过再后跟住就系胜利气氛，胜利气氛之后入边内栏位置嗰只系新力军，尾三位置系红辣椒，尾二就系金龙华，喺晒尾高耀之星，距离头马有望八个马位左右。好啦，喺对面直路约莫仲有1000米啊，到终点啦。前面放头见到咧，君子一揿慢咗嚟放，多才多艺喺外栏上咗嚟第二嘅，必全胜啊守住个第三位咧。然之后跟住外面上咗嚟咧，仲有嗰只系奇准，奇准之后入边内栏仲有红太阳嘅四八上咗嚟嘅。最后啲跟住先至见到系郑虾王，郑虾王再之后跟住咧就系紫雕，仲有跟住就系新力军啊嗰啲马。咁再后少少跟住先见到中心无敌嘅中心无敌，再之后咧跟住高耀之星嗰啲嘅四八上紧嚟喎。然之后最后啲跟住系金龙华，咁入边内栏等紧位嗰只咧就系红辣椒嚟，喺晒尾变咗系全满，距离头马啦都系约莫成7-8个马位左右噶。好啦，差唔多转咗大半个弯，预备去到直路口嘅位置啦。前面方头依然仲系君子，第一只上嚟过佢就见到多才多艺，红太阳嘅手住好靓嘅第三位啊。跟住之后上嚟仲有一只新力军啊，外面上嚟仲有奇准，左转右侧揾紧位，见到就红辣椒啊，胜利气氛啊，嗰啲马高耀之星入边落栏摄紧位嘅。前面嚟讲红太阳第一只搭咗围高耀之星，而家上嚟追佢，入边摄嗰位上嚟仲有就红辣椒带过嚟，上嚟仲有郑虾王嘅。前面嚟讲你见到郑虾王就斗紧红太阳啊，入边高耀之星亦骑下反应都几好噶吓。外边嘅郑虾王走势较为好啲，中间红太阳继续仲喺翻度嘅，入边落栏而家先穿上嚟嗰只就系红辣椒嚟嘅。郑虾王就斗紧红辣椒一齐冲，点相当接近嘅。郑虾王同辣椒一齐冲个终点，跑第三名咧，应该就系高耀之星噶。外边嘅就系郑虾王，入边嘅就系红辣椒。嗱，最尾个红辣椒先一穿到上嚟。哇，够胆咁样搏位法啊！系啊，咁睇下究竟俾佢搏唔搏到啦。外边嘅郑虾王个走势梗系好啦，入边一摄就摄上嚟。咁险个位啊，搏红辣椒一穿上嚟，真犀利！高耀之星。哇！摆到咁，最尾红辣椒郑虾王好接近嘅咋，好近啊，好近啊，好近好近好近嘅咋，真系好近嘅咋呢场赛事啊！好似系红辣椒可能会即系睇下张冲线啊，要睇冲中点嘅球，因为冲线嘅嚟先得啦，头上头落嘅咋，系啦，入边哇呢、這个一档嘅位真系咁样去搏法，冇思议。咁啊，中间嗰只就系高耀之星啊，今次高耀之星踩前咗最后嘅后劲都得噶呢只马，嗰啲好弹性啊。系啦，跑第三就高耀之星，跑第四就系红太阳。